我叫李弘毅，是一个游戏高手。正如你们所见，我现在正在进行恶战。哈萨克，我打！西克西，游戏世界我已经厌倦了。我不得不开始思考，我儿时的梦想到底是什么？这火腿肠有点好吃。拜托你了，妈妈。我要再提醒你一次，金箍戴上之后，你再也不是一般人。人世间的情欲不能再沾饭，如果动心，这个金箍就会在你头上越竖越紧。我叫李弘毅，实在没有想到这个妆容让我颜面丢尽，苦不堪言。什么都不说了，再见，明天还得继续散播魅力。我喜欢呀，你还想我呀？我们俩这样吗？没有。Mereka di